兰妹妹，哥哥诬造你是想毁掉咱们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不是，爸，你待我真好，爸爸，我们希望做真的蓝精灵，就像你们那样。真的蓝精灵？这不可能，怎么也办不到。是啊，连想都不敢想呢。你真想做蓝精灵吗？我想极了。这不可能，我们是天生的，不是人造的。你真的能使我成为蓝精灵吗？我也许不能解除格格巫的咒语，可是我能试试，跟我来。走吧，跟爸爸看看草莓。说的对，爸爸想做的事情肯定能办到，你等着看吧，你相信我吧，你听我的，要知道我明白我自己在说什么。大家都上哪儿去了？那漂亮一些。柔和一点儿。完全变成蓝精灵，现在发挥我最大的神奇的魔力，把蓝妹妹变成真蓝精灵，并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孩子们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以崭新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蓝妹妹。你们好。你好，蓝妹妹。他们都去哪儿了？欢迎你。这还差不多，让我祝贺你，蓝妹妹。嘿，我先祝贺他。不，我先来。蓝妹妹，一份意外的礼物。不要，那玩意儿会在你面前爆炸的。你看过樱桃奶油蛋糕在你面前爆炸吗？谁都会弄错的嘛。那就是乐乐的毛病，没点幽默感。我要报复。您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吗？亲爱的，你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梳洗一番。我陪你去吧。我陪蓝妹妹去。我去。我知道，我终于像个蓝精灵的爸爸。我敢说，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啊。哈哈，那恐怕就要全靠你自己了。是吗？那该怎么办呢？到那时候你会知道怎么做的，蓝妹妹。再见。精灵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变了，我觉得蓝精灵爸爸准插手了。喵，格格巫，你这老坏蛋！我不知你现在想怎么样，可是……亲爱的，我只不过是想帮助你实现你的美梦罢了。你是说让我成为真正的蓝精灵？不，我是说你想实现报答那帮讨厌的小东西愿望。什么？我是说你不想报答他们对你的一片恩情吗？那肯定，他们对我那么好，我也该替他们做点好事。一点不错，孩子，我提议开个舞会，神秘的舞会。格格巫，我乐意效劳。你只要在今天下午把所有的蓝精灵都带到那棵大橡树那儿，其他的让我包了。喵喵，喵喵，是你叫啊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想让你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份想不到的礼物。好啊，一份想不到的礼物。你们到森林里的大橡树下就知道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去吧，我就爱那棵大橡树。我讨厌意外。走吧，快点走。蓝妹妹，你不跟我们去吗？爸爸，等我找一条合适的裙子就马上去。
孩子们，快点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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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橡树在山那边。不，这条太长，这条我早上穿过了，这条太一般，这条留着晚上穿，这条不，这条，我要看一看这些蓝精灵是如何在我森林里快活的。这次去大橡树是最后一次了。他们来了，阿兹猫，把伪装给我。别站在那儿发愣，快躲起来！嘿，怎么黑不隆冬？谁踩我脚了？啊，什么意外的礼物？这就够你们大吃一惊的了，我的小蓝弗洛。不，不，我们上当了，上蓝妹妹的当了。我早说了，我早跟你们说了。我讨厌蓝妹妹。镇静，镇静，我们得想办法。别浪费时间了，你们这些多事的小家伙。啊，我们该怎么处置他们呢？哪里哪里啦？啊，今晚今晚，阿兹猫，我们要大摆宴席。喵。我们要用蜂蜜煮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吃掉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不行。喵。哦，我们要把他们串起来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妙极了！我们要喝美味的蓝精灵汤。喵喵！我得做点什么，可做什么呢？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蓝精灵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蓝妹妹。真了不起，真高明，格格巫，谁能够像我靠一个小小的蓝精灵就能把所有的蓝精灵都逮住呢？不不不，格格巫，你并没有把我们都抓住。该死的你，格格巫，你漏掉了丹丹。阿兹猫，你让他跑啊。喵，快去抓住他们，都抓住。别待在这儿，快去抓他们呐！喵，跟着那个蓝精灵。啊，你上来吧！啊，你这个傻瓜子猫，啊，你跟着他们。蓝精灵终归是蓝精灵。这个丹丹究竟是谁呢？你在哪儿啊？你这个可恶的蓝精灵妹妹，她不能爬得更高了，她几乎到树顶了。那我一喊，怎么就扑过去啊？喵喵！赢了，哥哥物。可丹丹是谁呀？啊，对，就是我。我现在觉着像个真的蓝精灵啊。好，蓝妹妹终于成为真的蓝精灵了。你明白吗？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现在我们真值得庆贺一番。可是我们得先报复哥哥物。这全是你的错，你跟那些可恶的蓝精灵。进来。哦，我走迷路了，我
是多么孤独，多么可怜呢、啊！哦，哦不，哦，我们上当了！我要抓住这些可恶的蓝精灵！哦、你们要可怜我，关心我，等等等等、啊！我的报复是可怕的，你们等着瞧，你们等着瞧吧！蓝妹妹，我们爱你。我讨厌，我讨厌我。我也爱蓝妹妹，可我讨厌让他们知道。最后一份配料，几口蝙蝠气。行了，阿兹猫，我的魔性制成了。啊，要是我把它放在森林里，每一个蓝精灵都会到镜子那儿看自己的影子的。而当他们一照镜子，他们就成了我的俘虏。哇，成功啊！所有的蓝精灵很快都变成我的了。阿兹猫，你这个蠢猫，你不该照这个镜子。啊，它是给蓝精灵照的。好，到森林里去吧。记着，谁赢了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你们怎么踢。你这守门员真不赖呀、啊！当心我的镜子！啊，给你一份礼物，笨笨。我的镜子，你不接球，夫妇，你瞧，笨笨那队赢了，才不管呢，我不玩了。那你就滚吧，滚。妙极了，妙极了！啊，这个小山谷漂亮的令人讨厌，那些狡猾的蓝精灵准会出现的。阿兹猫，我们进魔镜去等他们吧！啊，喵喵喵！他们会打烂我的镜子吗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哼！哇，这么大的镜子！刚好给我这个谁也不理解的蓝精灵用。啊，有一个要上钩了。在我看来还是挺好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在我的魔镜里，你这个讨厌的小蓝精灵。格格巫，我的天哪，让我走，你这个坏坏男巫。好好好，我抓到第一个了。嘿嘿嘿嘿。别急啊，兹猫，我们得多抓点这些小杂种。喵，蓝精灵终于他们的朋友，他们会来找这个家伙的，到那时候我们把他们全弄来吃。喵喵。定义
定咒语。哦，有了。啊，为了得到最佳效果，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下念这些咒语。哦，好，这周围真是安静极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怎么回事？蓝妹妹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在我工作的时候不许来打扰我。爸爸，他昨天下午进了森林，昨天晚上他一直没回来。哦，的确也是，我们必须马上成立一个寻找小组。没想到吧？爸爸有一个秘密。我讨厌命令。听着听着，大家都到爸爸那儿开紧急会议。听着，孩子们，福福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，他可能遇到麻烦了。啊，他到哪儿去了？福福没有回来，怎么了？不知道。现在我派蓝妹妹、聪聪和还有笨笨骑上大鸟飞上天去搜寻。其他的人嘛，跟我来。必要的话，我们就搜遍这森林。团结一致，找到福福。团结一致，找到福福。哎，祝你们好运。然后放在两杯飞鱼搅拌。谁问你了？搅拌好了，香不香啊？我这个炖品，我要把它调得更好吃，然后再加上主料刚逮住的蓝精灵。别吓唬我，你这个臭小子！我们还是回村去吧，天快黑了。妈妈总是说，我们得找到福福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不回去。对，说的对，是。可爸爸总是说，瞧，下面有东西。对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咦，这是面镜子，它从哪儿来的呢？啊？我不知道，可福福他到过这儿，瞧。等等，笨笨，你别急呀。他上哪儿去了？笨笨，我想那镜子把笨笨夺去了。那么我们得去救他，聪聪。我才不呢，让别人去当这个英雄吧。我是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不说，他会把你也吞掉的。得了吧，笨笨，我们还得找福福呀。哦，小心，那鼠妖精来了。行命的时候了。阿兹。多香的汤啊！哦，福福在那儿，我看见他们了。对，是他。啊，我闻到了更多的蓝精灵。阿斯猫，准备去！阿斯猫，啊，想逃跑吗？抓住你！阿紫猫，你这个蠢猫，离开我！阿紫猫，你这个坏猫！
呢，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对，没错。不，笨笨，你不能走那条路。好好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炖蓝精灵来吃的。阿兹猫，往后靠，我要彻底清除这帮可恶的蓝精灵。好极了，我想我们找到他们了。爸爸，你快逃吧，哥哥我在这儿。蓝精灵，你们这些可怜虫在哪儿？蓝精灵，蓝精灵，到哪儿去了？他们走了，我的魔镜给毁了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我讨厌蓝精灵，我讨厌蓝精灵。给你件礼物，让你知道看见你回来我们是多么高兴。给我？我感动极了，真的。一片新镜子，谢谢乐乐。啊，不，那不可能是我，不不不。